家好，我们是真爱婚戒，每天都有很多位恋人来到我们这里选择他们中意的戒指，而我们今天将在现场选择一位送上我们的甜蜜大礼包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幸运儿是谁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想办法，想办法，要不割了吧？不行，这是我的手啊，哥！啊，不行，这是今年的新款，赔不起的。割开吧，我是贵店 VIP 客户，出事我负责。确定吗？嗯。我让你别弄，别弄，啊！整这么多事儿，净给我惹麻烦，你还干不干了？说话！什么？不见了？怎么了？幼儿园老师说我妹妹不见了，怎么办？走，我带你去找人。哎，那我呢？喂，走走走。哎，仁哥，戒指买好了。哎，车给我。喂，什么？在学校后面的小路？哦，好好好，马上过来。像你家店那么倒霉啊，没生意还天天出事，早知道这样我压根儿就不会来，我在这儿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精神损失费总该拿点吧。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让你开店，不让你开店，你有听我一句劝吗？手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我陪你上去看一下，走。